好，请闪闪做出你的选择。我不纠结，我想好了。请岳父令开门。我的选择是赛亚东老师。哦，为了音乐，不是。欢迎，我们有闪闪了，我们要闪闪了啊！可以可以。他竟然说为了音乐准，他觉得我们是运动员。那我们是为了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是运动员。下一位，石荣山，来了。Hello， 老师，往里坐，往里进，往里进。对，站过来点，站过来，过来。你是一位说书再过来，再过来，过来，站。哎，别客气，大家聊天。别客气，来。那我们三个人能不能进一点？来吧。你大概选你到底是不是薛之谦？薛之谦还是张亚东？对，你选还是张伟？说实话。这个我还得再考虑，是不是？你再近一点考虑呢？再靠近一点点，你就会发现。哎，好了，有毛病啊！真的是。好了，就是你最希望跟谁合作？两个大喇叭交换吹，就是叠加行不行？也可以。就是是这样的吗？就是这突然之间，当然这样吹，等忽然间哈交换，丢在空中换一把，等绕过来这样的，可以吗？可以接受吗？这个得练一练。啊，好嘞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老师 ，Hello， 请坐。我们这边就没有那么活泼。我没什么，你信他的就完蛋了。我觉得石荣山，你那个咱们这么多期做过来，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改变了，因为毕竟是一个乐器嘛，而且是个 solo 乐器，声音又爆亮。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个组里，一定要在下面展示出一个改变的东西，不然的话他就皮了，你理解我意思吗？真的得做出一个改变，就比如说音色上，或者是唢呐的尺寸上，你不能变成工具人。石荣山，请你走到门口做出你的选择。请岳父令开门。老师，哎，行了，三把，真的啊，三把，恭喜石荣山加入张亚东、张靓颖、毛不易的舞台，好好玩，欢迎，好好玩一把，好好玩一把。他们聊个都没聊，跟人瞎聊天，瞎聊三分钟，谁愿意来？因为我们俩有病。待会儿人都去他那儿，咱们俩就在这儿哔哩吧啦。你让我们俩在一起正经，很难。我觉得要出事儿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方式方法错了。下一位进行密聊的是潘虹。去吧，加油！哦，潘虹会进咱们的。潘虹，我觉得应该会进咱们的，一定会进咱们的。哦 ，Hello， 可以，没事，我们先坐。哎，你先坐啊。哎呀，哎，想加入我们吗？嗯。有的，潘虹人家要强了，你可以用那个卡。肯定的，我跟你说，咱俩要强行闯入，那我觉得先快去，没时间了。就是哎，张靓颖使用闯入卡，可以，使用闯入卡，可以，使用闯入卡。他可以闯入是吧？对，是的呢。那我们可以殴打闯入者吗？不行，不可以殴打闯入者。可以。哎，我们可以让对方的人加入我们的舞台吗？那边只剩下张亚东老师一个人在聊天。哎，亚东老师，他就来了，抢人呢。你加入，没事，加入，你听我们说呗。我觉得你们套路太多了。我们没有什么套路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聊天之后，他们再闯入，所以要不咱们就这么聊算了。就是行，对，因为嘛。让他们陷入尴尬，我们怕什么？当面锣对面鼓嘛。好，潘虹，你看啊，现在这么强，说明大家都爱你啊。对。来，聊一下。对。啊，第五名。你想唱什么歌？就是擅长的，其实就还是苦情类型。抒情歌。对，抒情。抒情类型。抒情歌，对。抒情歌，比如说你想跟谁合作吧？对。我可以抓阄吗？抓阄可以啊，抓阄可以。可以的，完全看你的选择。但在你抓阄之前，我们还是要说一下，
就是我也是觉得你不是一个只能唱慢歌的人，不是一个只能唱抒情的人。他到时候给你跳个舞 hiphop， 你吓不吓人？是不是？吓死了，到时候哎，开玩笑，跳个舞 hiphop， 你吓不吓人？是不是？你好好想一想。来，你这么着，你抓阄也不合适，你就选。我们这边是让你抒情的更抒情，他们非要打破你的抒情，你看看是哪种啊？对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你想要做什么样的选择，其实我们都 OK， 因为我们都非常喜欢你。我跟你讲，你是第一个一进来啊，所有人就过来抢的人呐。对，厉害了。感谢感谢。好，三分钟时间到。那我们换个房间聊吧。我们去他们屋，让他们屋，让他们禁言，咱们在他们屋，咱俩接着跟他聊。好主意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过去，让他们禁言。他们两张卡都用完了，请潘虹。去往另外一个岳福林的房间。行了，好的，回来了。进谁？我跟你说，两个人只能进一个。那就进谁的？你说进谁的？我觉得进掉亚东吧。那就亚东老师。亚东哥，亚东哥，亚东哥说话吓人。亚东老师不本来就一直自己把自己禁言吗？他现在也不能说话了。亚东老师是一个制作方面的高手，对吧？但是做情歌方面，我不敢说。你是第三，哎，对，嗨，是第三。那也是。但是你看我的歌里面，我所有的歌出来，我的品质也不算很差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有说不抒情，我只是说除了抒情以外，他还有别的很。他还能怎么样？你跟我说说看。我看看，对，还能有什么？对，清楚。他心里清楚个什么？凭什么就觉得我没有想法呢？你有你的想法，你有暗黑宝贝，这样黑光就没了。你看有没有？就给你一黑光，这个算是夺不了，真的好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他很忙的，他最近又是演唱会，然后哎，为了他，我就愿意抽时间出来怎么地？哎，怎么样？你有本事从今天开始到下一期你都不要走，不走了怎么样？平躺哎，就这样怎么地？在这待着，我那我们有这个路由器啊，我们有这个路由器啊，有病，很好啊，好的，好，其实反正我们两边都跟你说了，潘虹啊。人生的选择也不过如此了啊！是的，时间到，请薛老师、大老师回到你们的房间。走了。就很难啊，就是也感觉受宠若惊，太难选了。就是谁会拒绝这些老师们的邀请啊？天哪，就是就会很纠结，然后就会我没有办法去做选择，我。我们这边是让你抒情的更抒情。我也是觉得你不是一个只能唱慢歌的人。谢谢亚东老师，谢谢亮颖老师，这一次。来，谢谢谢谢老师。来，行，到时候见了啊，到时候见了，期待您演出啊。谢谢，拜拜。就是单从舞台上表演作品这件事情上面，我第一个是跟薛老师脑海里会有画面，所以最后做出这个决定还是因为第一感觉。下一位 ，Anti General， 来呀 ，Yo man， 哎 ，Yo man，What's up man，What's up， 最近怎么样 ？Anti 怎么样啊？跟我们，你先说说您有什么想法？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就不想带谁或者是跟谁合作。还是会和队员和就是选手啥，比如说你想跟谁？对，我们都给你帮你张罗。一丝丝叶，史巴老师嘛，再加上一个诡辩就究极体。就这三个我的朋友，他们同意我们四个人在一个 team。就他的意思说，要把他挖过来，就得把那两个也挖过来。来三个，懂不懂？我们这边五险一金能受得了这个四个人的吗？还是可以。行，所以你是更相信哪边的交际能力？好，我的选择是这边，谢谢老师。你看，我一带三，坦克坦克啊，听明白了啊？哼，我们也得答应你条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，然后但是我们这出尔反尔啊。不能往回说，人品都会出现问题啊。行，下一位诡辩。哎，诡辩来了，你出去的时候跟诡辩打声招呼啊，就是轻轻的打声招呼啊，也别啊让他们别看出来啊，走。我现在是，如果我去薛之谦他们那边走，他们能保我们四个人在都进那个。OK， 我要去吧，行 ，OK， 去吧。行了，鬼别又是咱们的了啊。好，行。我的唯一战略就是，我先把那个鸭妈妈给摁住了。
然后我们这边来的人自然就多了，是吧？安提就是个头目，他一带三啊，然后他能进来，就是我觉得就靠谱，就是藤山树，树山藤。就懒得跟你说话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在我们这儿。能懂了吗？好。你看他们就是一直在用另外的组去勾引他们，这是他们的战略。那我选择。没事没事。下一位，尺八老师杨博文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的天哪 ！OK OK OK。